仓鼠寿命为2到3年左右，仓鼠存活的时间和寿命长短是和本身体质、品种、饲养管理等相关的。在挑选幼宠的时候，就要选择活跃度强的、精神气貌等看上去很好的幼宠来进行饲养。体质较好的仓鼠自身免疫力较高，就能更好地抵御疾病带来的风险。给仓鼠创造一个优质、舒适的饲养条件，也能提高仓鼠的存活时间。如喂食的时候，尽量以专业的鼠粮为主，少喂食诸如坚果、人的食物等。这类食物能加重仓鼠的消化系统，引起便秘等肠道异常问题。最能影响仓鼠寿命的原因之一，便是因为疾病。像不同种类的仓鼠饲养在一起，因为仓鼠喜独居，会产生打架、抢食物等恶习，进而造成外伤等，影响仓鼠的寿命。